中国的这个啊，第一批次的零五最后一艘舰咸阳舰幺零八舰已经是啊，照片曝光了啊，已经刷了舷号了。这个大批的这个啊零五啊现在是服役啊。那第二批次呢？现在新消息是可能要大幅升级啊。中国海军首款第四代导弹驱逐舰啊，满载排量超过一万吨的零五大驱啊，最近这个。 最后一艘啊，应该是刷了型号幺零八舰。从这个吨位啊、动力啊，包括啊整体的武器系统啊，现在看综合实力排啊这个全球数一数二，对吧？那这个性能强悍的零五万吨大驱，在一七年六月到二零二零年的八月，仅三年时间啊，一口气啊下水八艘。中国的幺零七遵义舰在春季期间公开啊亮相。 首批八艘零五大驱中的前七艘啊，已公开亮相了，服役了。那、呃、最后一艘幺零八咸阳舰啊，一直没有刷舷号。呃，第八艘的零五啊，同时下水的第二十五艘零五二 D 啊，丽水舰，在去年八月就已经服役，而且公开亮相了。那、呃、第八艘零五翔舰啊，是在南海舰队某军港停靠啊，现在照片已经出来了。 啊，他其实现在从这个状态看、啊，他早就已经交付海军试用了，而是没有照片啊，所以他应该早就已经服役了，只是一时没一直没刷舷号，正式服役啊，这是这个消息没有报啊。那在三月八号当天啊，现在南海舰队军港某军港啊，新的照片出来了呃，呃，第八艘零五咸阳舰已经刷了舷号幺零八，这表明这一舰已经是啊要举办啊入役仪式了。 啊，至此就可以说呢，首批八艘零五啊已经全部服役。那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二号，首艘零五大驱幺零幺南昌舰啊，举办仪式入列人民海军。这幺零幺的这个舷号啊，非常特殊啊，南昌舰啊。这幺零幺一般咱们是这个啊，中央军委的一号人物啊，当年这个。 啊，四野东北啊，那个林彪啊，幺零幺啊，他的代号叫幺零幺，呼号幺零幺，所以现在幺零幺基本都是啊一号首长啊。现如今这个啊幺零幺啊，这个咱们万吨大驱啊给的是啊南昌舰。现如今这个第八艘幺零八啊，咸阳舰刷完刷舷号服役，啊，首批八艘八这个零五万吨大驱用三年多一点时间就完成了全部入列。 啊，咱们说八艘零五万吨大驱加在一起，至少十万吨排量啊，啊，一共是一千一百二十个导弹垂发啊，八套 X 啊加 S 双波段雷达，这个规模增长啊，实际是让世界啊这个非常恐惧啊。咱们说三年啊，三年啊，三年加一起十万吨排量啊，八艘零五啊，这么强大的舰，自然是。 啊，不会只建八艘吧？还要继续建。零五二 D 驱逐舰再建啊，这个三批二十五艘之后还要继续建啊。呃，作为新型号的这个零五啊，现在无论是根据江南船厂啊年度回顾，还是外媒放的相关卫星图，第二批次零五首舰已经在江南船厂上啊船台合拢了，预计年底前应该就可以下水。 根据消息说呢，中国海军啊第二批次零五相比首批次预计啊有较大幅度提升改进。啊第二批次零五呢应该是啊用全新的电磁炮或者是全电推进啊，现在很多人在猜测、啊、会不会上这个，只能它出现下水之后啊咱们才能根据实际啊判断。 啊，作为这个跨时代的这个舰炮啊，电磁炮呢，啊，能轻松打三百公里啊，威力性能是远超现在的普通的舰炮的。啊，以电磁炮研发发展啊，如果这么看，呃、啊，第二批次零五啊，可能不会啊上电磁炮。如果按照这个能打三百公里的舰炮啊，这基本改变了现在的啊，这就跟导弹一样嘛，而且成本非常低啊。 啊，基本上改变了这个海战模式了啊，所以现在还应该是啊不会上啊，原因就是有可能啊中国会有另一个型号，而不是以零五这个型号来上啊。啊，那咱们说全电推进系统呢，有可能有实际的应用啊，因为这个技术比电磁炮其实早很多年，而且伊丽莎白女儿号航母已经用了啊，几年之前中国两艘吨位不小的海警船也用过啊，验证。 全电推进技术呢，应用到第二批零五呢，应该也可能啊。除此之外呢，第二批零五预计还会首批使用反馈的问题进行这个，对吧？啊，就首批零五反馈问题进行优化嘛。整体上啊，和这个零零三航母福建号一些成熟技术配合，比如相控阵的啊幺幺三零近防炮，全电推进相控阵啊近防炮一些地方要升级。 啊，那就是第二批次零五综合性能有可能较大提升，但总之啊，它和第一批次啊，其实啊不会有太大的差距，不是革命性的。首批八艘万吨大驱全部服役之后呢，那就第二批次啊，现在正在加紧建造、啊，今年可能就下水。